今天看一下，因为果妹她是两颗同时都在咬的牙齿啊，哪两颗很明显吧？一个，还有一个嘞，两个，这很明显哦。对啊，你看这我爸爸碰亲亲，这已经很有点咬了嘞。啊，你自己咬十下，对，开始十秒。好，换下一个。幸好没有流血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。二三四。哎，不要讲话，我要听看还有没有声音。有吗？没声音。我看，你讲啊啊，这两颗一一一，这对啊，这两颗很明显啊，对不对？这两颗很明显就要咬了，要掉了啊，可能过没有几天就掉了哦。哦，第四个颗应该再给你撑个最多半个月，然后最快大概一个礼拜就掉了，连个两颗，你看很明显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不用担心啦。